中国我所采取方。皇帝与大臣喝酒，两人难遮余力，敬酒与罚酒把他们引向了主题。皇帝嚎啕大哭，道出阳痿的事情，苦在不能采花在御花园，酿出蜜来，皇位继承成了问题。你说朕怎么办？皇帝问大臣，大臣一时语塞，而且脸色发青。皇帝说：“你去代朕取证，这是万不得已的大事，保守秘密。”大臣醉酒一醒，陛下跟陈楼开玩笑，你超过陈楼的承受能力。皇帝说：“君无戏言，你得遵旨而行。”是夜，大臣在皇帝的安排下，与皇后偷偷交欢在深宫里。随后，大臣爬到皇帝的脚边，跪头谢罪，一路谢祭：“万岁爷，老奴才一命啊，我以至恩求起，愿皇后娘娘早生贵子，皇帝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世不移。”